我没看错人，你果然能找到这里。我等你很久了，小橘子。在拿不准对方意图的时候，用沉默代替语言，反而能争取主动权。这是个聪明的做法。你到底想做什么，希泽尔？舞会上，你已经见过我们和蔼可亲的亲王殿下了。他对你的友善，你应该已经领略过了。别绕弯子了，希泽尔。特制的手册，提奥的接近，我爸爸的叛逆，这些都是你的蓄意安排。甚至于维利尔亲王对我的友善，也有你的功劳。我再问最后一遍，你到底想要什么？如果你继续兜圈子，我现在就会离开。很简单，和我合作，一起对抗维利尔亲王。公开场合，四处都是维利尔的眼线，我和库洛迪卡都需要谨言慎行，所以才不得已绕了个圈子，让你来到这里。维利尔如今誓言熏天，如果我再不行动，只怕我和库洛迪卡都在劫难逃。我对这些阴暗的斗争没有兴趣，更何况这些也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你需要追查查理叛逆的相关内容，而这份叛逆现在被维利尔禁约。我想你已经有所了解，除了我，没有人敢帮你，也没有人有能力帮你。可是我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赛车手，和我合作，你又能获得什么？很简单，我看中的是你纯粹的动机。纯粹的动机？维利尔的权势日益壮大，我信得过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你不一样，你只想要查理的线索，其余的家族荣辱、权势争斗，你都毫不在意。只要你一日想要查理的线索，就一日不会和其他人有共同利益，便一日是我最值得信赖的盟友。你不要自认为对我了如指掌，希泽尔，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用你这些话去和维利尔亲王交换那些叛逆的阅读权？维利尔可不会傻到用整个家族的安危去和有潜在危险的人交换一些无关紧要的线索。潜在的危险？你什么意思？维利尔曾经秘密下达对查理的逐杀令，而他的情报网估计已经把你是查理的女儿的信息放在了他的桌案上。他已经知道了你的身份，小橘子。维利尔下达过对爸爸的逐杀令，我凭什么相信你？这就是我要向你表达我合作的诚意的地方了。诚意？我在维利尔身边的线人已经找到了这件事情的证据，只是苦于没办法交到我手里，而你女王行政官的身份正好可以用觐见女王的名义在行宫中与我的眼线接头。拿。你在维利尔身边也有眼线？兵不厌诈，对于王室争斗而言，这些再正常不过。只要看到那份证据，你会相信我的诚意。希泽尔的行为一向难以预料，他绝对不会是一个合格的合作伙伴。但是其实他有一点说得不错，维利尔现在似乎的确对我有所警戒，我拒绝希泽尔的合作，就会和爸爸的线索擦肩而过。更何况去行宫拿情报这件事，有行政官的身份作为掩饰，的确听起来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每一份收获都要冒相应的风险，小橘子，你最好明白，现在与你同一阵线的只有我。我应该怎么做？只要你到了行宫，这个人自然会来联系你。这个图案是羽毛？你觐见完女王，遇到的这个带着图案的人，就是会给你情报的人。好吧，
我相信你这一次。但是如果我没有拿到我想要的信息，我一定会立刻停止我们的合作。哼，你一定会不虚此行，小橘子。对了，女王驾前，不必将我们之间的事和盘托出，只管寒暄即可。你对自己的妹妹都不信任吗？只是一种保护罢了。我知道了，还是多留点心思，希泽尔这个人并不可信。你觉得他相信你这套说辞？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只要他最后看到了自己想看的东西，一定会一律全消。目标会蒙蔽双眼，人就是这样的生物。你这话倒像是在说你自己。我们都没什么差别。我们可不一样，毕竟我在风里雨里奔走监察，你却坐在书房里守株待兔。有空说些风凉话，不如谈谈接下来的计划。你看好时机，把他们引过去。这倒是容易，但是这可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损伤。你真的打算这么做吗？我需要知道小橘子对于那些渴望能量的恶狼是不是同样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这关系到我们后续的计划。我虽然喜欢冒险，但我要的从来都是万无一失。牌局中只压一头注的人从来不会一直获胜。真是冠冕堂皇，不知道被舍弃的人又该作何感想。所以胜利才是唯一的意义，我只有不顾一切地获得胜利，才能对得起那些被舍弃的人。哼，但愿如此。是我第一次正式觐见，原来觐见是一件这么麻烦的事。站住，什么人？我是女王新任命的荣辱行政官，有事要觐见女王。失敬，原来是行政官大人。您请，宫殿内有人为您引路。好的，谢谢你。有人觐见女王，得赶快去报告给亲王殿下。不必，这次来的是女王的新任行政官，这件事至关重要，我会亲自汇报给亲王殿下的。那就有劳兰恩大人了。嗯，我记得我说过，不需要你们时时刻刻保护。女王息怒，我们只是奉亲王的谕令
时刻保护陛下。放肆！你们是想违抗王令吗？卑职不敢。女王陛下，我们这就退下。库洛迪卡，小橘子，你怎么来了？你在舞会上不是和我说过，有空可以来看看你吗？刚刚那些骑士护卫是怎么回事？小橘子，我很高兴你可以来看我，但是最近你最好还是少来行宫。怎么了库洛迪卡，你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麻烦？放心吧，我没事，只不过王室会议将近，维利尔舅舅对行宫加强了戒备，你若总来我这里，难免他不会再次猜忌你。猜忌我？难道希泽尔之前说的维利尔亲王曾经对爸爸秘密下达除杀令是真的？库洛迪卡也知道这件事，不如试试看，维利尔亲王为什么会猜忌我？事关流火王室争斗，我不便多说，但是维利尔舅舅和哥哥之间怀有夙愿，你更亲近我和哥哥，自然会被他猜忌。原来库洛迪卡说的是这件事。也对，希泽尔的计划一直对库洛迪卡有所隐瞒，或许库洛迪卡的确不知道这些隐情。对了小橘子，哥哥有没有对你说过什么奇怪的话，或者拜托你帮忙什么事？这兄妹两个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库洛迪卡对希泽尔似乎也不太相信？不过库洛迪卡既然不知道这一切，便也按照约定不告诉他为妙。奇怪的是，没有啊，希泽尔只说我有空了可以来行宫陪你聊聊天。那就好。小橘子，其实维利尔亲王驾到。维利尔舅舅一定是听到了你来觐见的消息赶来的。小橘子，你最好不要和他碰上，不然难免再生事端。你走这边先离开吧。好。明明是光明正大的觐见，却偷偷摸摸像做贼一样，看起来行政官的头衔也没那么好用。觐见结束后，我已经在这里逗留了一些时间，也没见到希泽尔说的什么线人。希泽尔的线人会不会出了什么意外？还是没来，继续在这里逗留难免让人察觉到异样，不如先离开吧。好像有一种被视线锁定的感觉，但是这条长廊明明只有我一个人，难道有什么人在跟着我？如果是接头人，为什么不出来和我碰头？难道是维利尔的人？不管是谁，得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不行，如果我现在尝试甩开对方，如果真的有人跟踪，岂不是直白地告诉对方我发现了他？这样再想把他揪出来就困难了，得想想别的办法。这样跟踪我的人一定以为我已经离开了，只要等着他过来就可以了。三分钟过去了，难道真的没人跟踪我？有脚步声，果然有人跟着我。这个人真是足够谨慎，让我看看到底是谁。跟踪我的人是兰恩，没想到真的是亲王的近侍。他跟着我是想探听接下来的举动吗？他走了，出来吧。他发现我了？这怎么可能？我既没有暴露行迹，从他之前的角度也绝对不可能看到我藏在这里。兰恩大人。啊，这名骑士是从哪儿冒出来的？难道之前一直跟着我的是这个人？谁让你擅自跟着他的？是斯本塔大人吩咐行政官从行宫出来后。他现在是女王的御用行政官，身份非比寻常，
你是想给希泽尔留下跟踪女王行政官的画饼，给亲王殿下惹麻烦吗？可是斯本塔大人，跟在亲王殿下身边就把脑袋放灵光一点，出了岔子别怪我没提醒过你。是我的失职，多谢兰恩大人提点，属下告退。我完全搞不清方位的跟踪者居然能被兰恩轻易发现，他之前还在舞会上对希泽尔表现出了很大的敌意，以后要格外注意这个人才行，真不知道希泽尔哪里得罪了这么可怕的家伙。他怎么还不走？他想干什么？现在没有人了，你可以出来了。他真的发现我了？怎么可能？还是说想炸我？难道你希望我请你出来吗？新任行政官。你刚刚试图炸出跟踪者的时候，不是胆子挺大的吗？怎么现在反而紧张起来了？新任行政官。冷静，想想现在该怎么脱身。唉，真不知道希泽尔派你这么一个没经过风浪的小姑娘来，是不是对今天舞会上逢场作戏的报复？逢场作戏？你难道……我想，你应该熟悉这个图案吧？羽毛家辉，你是……我以为你已经认识我了，新任行政官。再自我介绍一遍，我是兰恩。你是舞会上的兰恩，还是我要找的那个兰恩？你的说法很有趣，新任行政官。可惜无论什么时候，都只有一个兰恩。这里并非久留之地，不要过多耽搁。这是你要的东西。我知道了，我这就把数据带回去。啊！新任行政官，恐怕你暂时走不掉了。什么？有人来了，你不要出声。兰恩，你在这里做什么？我在这里做什么？难道刚刚离开的那个骑士没有告诉你吗？别告诉我你是巡逻恰好经过这里的斯本塔。女王新任行政官呢？当然是离开了。怎么，难道你还真担心那个小姑娘见女王一面能掀起什么波浪？她不过是个希泽尔用来抓画饼的诱饵罢了。你放心，如果出了什么纰漏，你直接在亲王面前检举我就好，所有后果我一力承担。反正塞勒菲斯家族早已衰败，我也不用担心再连累谁。兰，塞勒菲斯家族的衰败并不是你的原因，这些都是希泽尔削弱亲王殿下势力的阴谋，你不必为此折磨自己。更何况现在亲王殿下十分信任你，有亲王殿下在，你就是塞勒菲斯家族重新崛起的希望。兰恩的家族因为希泽尔而衰败，那他又怎么会帮助希泽尔？难道他刚刚的言行是想骗取我的信任？我知道，我只是无法饶恕当时无计可施的自己。放心吧，只要追随亲王殿下，我们这些因为希泽尔而衰败的名门一定都会重振，我们都背负着同样的使命。如果你遇到了什么麻烦，尽管来找我，不必那么疏远。我明白。好了，出来吧。等等，你那是什么表情？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帮助我？别想太多，新任行政官，我并不是在帮你，只是在完成传递情报的任务而已。
现在人你找到了，信息你也拿到了，你只需要回去交给希泽尔就好。我是什么人，与你并没有关系。你的家族因为希泽尔而衰败，你又怎么会帮助希泽尔？我无法信任你，或许你给我的这枚芯片里就装有定位仪之类的东西，我不能把它带回去。塞勒菲斯家族的衰败与希泽尔有关，却不是因为希泽尔。塞勒菲斯家族世代都是流火总务官，享有盛誉。我的姐姐仅仅是因为救助一个每天来给她送花的平民孩子，就被其他嫉妒的贵族扣上了堕落的罪名。与希泽尔有关，哼，他虽然造成了平民和贵族的对立，但还没那个本事撼动塞勒菲斯家族，少给他贴金了。可是你的家族既然是因为帮助平民而衰落，你为什么现在又要趟这趟浑水？维利尔可以帮你重振家族，你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希泽尔？我姐姐是个很温柔的人，对我而言错的不是她，是这个扭曲的流火。至于我帮助希泽尔，如果我……但是有些事只有他那样奸诈的赌徒才能做到。兰，你……好了，我的事没什么好提的，问题消除了，你该走了，新任行政官。希望我们还会再见。我可不想再见到你了，问题很多的新任性。这是怎么了？有人触发了警报。在那边有人偷窃皇家机密，是个长头发的人，看起来是个练家子，他跑进了行宫长廊，包围长廊，不要让他逃走了。长头发，练家子，偷窃皇家机密。别站着了，跟我来。先在这里躲一下。包围这里，这里没有其他的出口，他一定躲在了这附近。那个人的头发颜色很显眼，一点一点搜。怎么会这么巧，就有一个长头发的人窃取了皇家机密？我们中了维利尔的圈套。这件事不会是维利尔所为，我们虽然中了圈套，但这件事另有蹊跷。他们认定的嫌疑犯是个长头发的人，与你无关，你可以先走，不必和我一起被困在这里。我刚刚在这里阻拦过一次斯本塔，现在再出现在他面前，势必也会引起怀疑。胆敢入侵行宫，我倒想看看你们还能往哪里逃。我之前来的路上看到前厅有两辆赛车，兰，芯片先还给你，我去开车引开这些士兵。你这是做什么？他们已经认准了嫌疑人是长头发的经常运动的人，无论如何我都难逃一劫，你藏在这里，我去引开他们。兰恩，以后你就是塞勒菲斯家族的希望，所以你无论如何不可以被人发现，你藏在这里就不会被牵连进去。我去引开他们。姐姐，你不用担心，我的赛车技术其实很好的，一定能……凭你的身份，只要你不在这里被他们发现，就算嫌疑人和你有些相似点，有希泽尔和女王在，你也不会出现任何闪失。有我在，吸引追兵这种事还轮不到你。兰，你不怕引起斯本塔的怀疑了吗？我的姐姐曾经因为帮助那些落魄的平民而牵连了整个家族，当年她保护了我，希望我可以振兴家族，但是从那时我就知道，一个家族的未来从来不是在一个人的荣耀上，而应该在一个勇敢的理想中。你不是问过我为什么要帮希泽尔？我现在告诉你，因为我们都有为了那个理想可以失去所有的勇气。兰，你不要冲动，把你手里握着的希望交给希泽尔，新任行政官。
在那边，跟上。兰恩，我一定会把情报带给希泽尔的，你坚持住，我会让希泽尔带人来救你的。我就说之前见到的那个人的赛车实力和刚才冲出去的那个不太一样，这果然还有个漏网之鱼。亲王殿下身边的酒囊饭袋果然靠不住，到头来还是要辛苦我们自己。啊，炊兵居然没有被蓝恩全部吸引走，怎么会还留了两个人在这儿？听起来他们似乎不是维利尔亲王的人，眼前这个情况还是先强行突围吧。怎么回事？这些人的赛车水准远超车厂精英车手的水准，我根本甩不开。却有些赛车天赋，看起来又是一个有潜力的样本。继续跑啊，我看你还能跑到哪儿去。哼，我才不会被你们轻易捉住，你们别太小看我这个天才赛车手了。这是 Q-Speed 的能力，这个小姑娘身上难道也有 Q-Speed？ 这怎么可能？可恶，看丢了。拥有 Q-Speed 的四个车神中，只有极星的车神是女性，显然并不是这个小姑娘。第五个拥有 Q-Speed 能量的人吗？我们的机会来了。兰恩，我没想到你居然会背叛亲王殿下，你本可以振兴塞勒菲斯家族的，你又何必？斯本塔，你不用多费唇舌了，你根本不会理解我想要的是什么，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区别。就算你再怎么努力，你的姐姐也已经去世了，你要做的是振兴家族，何苦搭上自己？斯本塔，你能保证现在的流火不会有第二个塞勒菲斯家族的存在吗？就算是你自己，又真的能实现你的夙愿吗？愚不可及，亲王殿下将是我唯一信奉的信仰，从此再也不会有塞勒菲斯家族了。贪得无厌的臭虫，亲王身边的那些人果然对小橘子身上的 Q-Speed 表现出了兴趣，计划很顺利，只是可惜了。希泽尔，不好了，我们的行动过程中警报突然响了起来，紧接着斯本塔带着很多骑士把我们包围了。兰恩为了掩护我开车引走了大部分亲王的骑士，他很有可能遇到了危险，你快去救他。东西带回来了吗？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兰恩他……
你不用担心莱恩，他已经被救下，连夜秘密送出十一城了。莱恩被救下了？什么时候？你不会以为行宫里我只有莱恩这一个线人吧？按照希泽尔的秉性，他的确有可能暗中安排了人手救下莱恩。莱恩没事就好。给我讲讲你们遇到危险的细节吧。细节中往往能推测出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我刚从莱恩那儿拿到情报，斯本塔就带着一群骑士冲了过来，他们嚷着有一个橘红色长发的人闯进了行宫，还逃到了我们附近。嗯，然后呢？希泽尔怎么看起来对这个情况毫不意外的样子？然后莱恩为了掩护我，吸引走了大部分追击的人，但是还有一小部分人在守株待兔。那些人的赛车能力远比你之前给我看到的资料上的还要强，感觉几乎逼近了境界级的实力，我也是好不容易才甩开了他们。这些人追你的时候有没有说些什么透露身份的信息？好像说起了我是个有潜力的样本。样本？他们是实验人员，他们还知道 QSB 的能量，了解 QSB 的能量的用人当样本的实验人员，难道他们是静姐姐当年遇到过的伊甸？我一直怀疑维利尔背后有另一批人的存在，追踪你的人很有可能就是长久以来隐藏在维利尔背后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是伊甸那个组织的人，那么那些人很危险。静姐姐说过他们都是一群疯子。没有人愿意与虎谋皮，维利尔这种人会和这样一群人混在一起，一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他到底想要干什么？来看看你带回来的情报信息吧。这是维利尔曾经秘密下达的逐杀令存档，这份存档会告诉你答案。这份存档好像是一份残本。维利尔行事一向谨慎，这份残档也是莱恩想方设法才窃取到的残存信息。追查查理鲸湖附近。鲸湖？鲸湖那是什么地方？鲸湖曾经只是一片普通的地下湖，然而最近刚刚被勘探出那一片湖附近有巨量的龙晶资源，而龙晶是流火最重要的能量之一，也是特洛伊赛车的核心能量之一。龙晶资源主要由维利尔家族负责开采。特洛伊的赛车能源？查理在龙晶湖附近被追查，很有可能是发现了维利尔的一些秘密。维利尔的秘密？你想说什么？也差不多到时间了，也想继续调查你爸爸的信息，势必要关系到龙晶湖。即将要召开的王室会议刚好事关龙晶湖的归属，就由我为你在王室会议上献上我们合作的最大诚意吧。
如诸位所知，流火境内新出现了一处存在大规模龙晶资源的龙晶湖矿区。龙晶作为流火重要的资源，现召开王室会议，对龙晶湖的开采权做出决议。流火贵族之中，维利尔家族对于龙晶开采经验丰富，且一向负责流火境内龙晶开采。按照惯例，龙晶湖的开采权将交给维利尔亲王，可有人对此持有异议？这样的王室会议流程就像是公开询问谁对亲王有异议一样。龙晶湖的开采权当然应该属于亲王殿下，除了亲王殿下，根本没有人可以掌管这么重要的资源。亲王殿下行事稳重，整个流火无人不知，连当年那么恶劣的案件，亲王殿下都处理得完美无缺。那还真是不巧，我有异议。你居然敢质疑亲王殿下？我倒是想听听看，西泽儿你质疑的理由。特洛伊车神，请阐述你反对将龙晶开采权交给维利尔亲王的理由。特洛伊车厂近年来有一名赛车手，在十一城境内遇到了一名挑战者，而这名挑战者疑似在比赛中使用了人造 Q-Speed 的芯片的力量。这怎么可能？一派胡言！制造人工 Q-Speed 的芯片的罪魁祸首，当年明明已经被亲王殿下惩治了。不错，当年神秘组织在流火境内秘密进行人体实验，制造 Q-Speed 的芯片，造成了诸多伤亡，也引发了轰动流火的惨案。人体实验？人造 Q-Speed 的芯片？怎么听起来和静姐姐还有月的经历这么像？难道当年他们遭遇的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正是亲王殿下亲自出面，才将幕后黑手连根拔起。亲王殿下可谓是功不可没，但正是因为如此，如果这名挑战者使用的的确是人造 Q-Speed， 这意味着什么？在座的各位应当都一清二楚。维利尔亲王亲自督办的流火人造芯片惨案，人造芯片，伊甸，亲王背后的其他势力，难道维利尔和研究人造 Q-Speed 的能量的伊甸在龙晶湖附近有过合作，而我爸爸撞破了这一切？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那位挑战者使用了人造 Q-Speed 的芯片的力量？我没有证据。啊？没有证据？那你岂不是信口雌黄，凭空质疑亲王殿下？好大的胆子！我拥有的仅有我特洛伊车手的口供，所以我从一开始说的不过是疑似罢了。如果我没记错，好像是你把话题转移到亲王殿下身上，不知是何居心。你不要故意诱导大家，这件事真相尚未可知，更与亲王殿下无关。不过姿势体大，不得不慎重对待，毕竟龙晶作为流火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容不得半分差池。谨慎一点总是没错。既然那些人一向垂涎流火龙晶，比如便将龙晶分散管理也更稳妥一些，你说是吧，亲王殿下？原来西泽尔也没有实质性的证据，但是仅凭着捕风捉影的信息，却已经让在场的所有人严阵以待了。那你认为这次龙晶湖的开采权应该交给谁？特罗伊车厂愿意代劳。哼，一派胡言！你分明就是想争夺龙晶开采权，何必找这么冠冕堂皇的借口？特洛伊车厂哪有开采龙晶的资格？你不要痴心妄想！肃静！女王驾前，禁止大声喧哗。不知亲王殿下意下如何？女王陛下，王室会议旨在讨论重要资源的分配权，
按照流火惯例，持有异议之时，理应通过熔炉决斗进行决定。的确如此。但按照惯例，决斗双方的地位不相符合时，提出决斗的一方应提供相应价值的赌注。就是不知道特洛伊车神下不下得起这个赌注。龙晶乃是流火最重要的资源，价值难以衡量。我既然想要接手龙晶湖矿区，自然也准备好了我最大的诚意。素闻亲王殿下的骑士车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如今不知亲王殿下敢不敢接我特洛伊车厂的决斗。我以整个特洛伊车厂为赌注，就龙金湖开采权一事向亲王殿下提出熔炉决斗申请。啊，亲王殿下意下如何？西泽尔，你还真是不长记性，当年你母亲的家族可就是败在了亲王殿下的铁骑之下。他居然还敢向亲王发起熔炉决斗，先是十几年前输了龙星开采权不算，现在怕不是连车厂也要拱手让人了。可能他还想再被流放一次。自不量力。西泽尔，当真要以整个特洛伊车厂作为赌注？如果我输了决斗，特洛伊车厂我双手奉上，但就怕亲王殿下宝刀已老，接不起我的厚礼。西泽尔，既然你自寻死路，我也就成全你。我接受这场熔炉决斗，特邀女王陛下见证批准。我同意这场熔炉决斗的申请。谢过女王陛下。按照流火惯例，本场决斗将于明日正式开启，为五对五对决赛制。请双方于王室会议后尽快将比赛选手名单提交至大裁判庭。如果没有其他异议，王室会议就此结束。明日熔炉决斗即将开始，女王陛下还有相关事务要审阅，还请尽早回到行宫。我知道了。西泽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维利尔背后的人就是伊甸？而且你也笃定了伊甸在维利尔亲王过去的龙晶湖资源区用龙晶做过人工 QSP 的实验，是不是我父亲也因为撞破这件事才被追杀？很可惜，在没有证据之前，一切都只是猜测而已。你只需要知道我们是同一阵营的伙伴就好。如果你愿意相信我的诚意，晚些时候我们老地方见。希泽尔明明没有任何证据，却在刚刚的王室会议上四两拨千斤，引所有人入了他的局。这个人行动的每一步都绝对有更深一层的目的。眼下这个场面似乎他手里拥有一切我想要的信息，而他也证明了他所谓的诚意。他到底是怎么铺成现在这个局面的？希泽尔对我证明的第一次诚意，是我亲手拿到的逐杀令残本，证明我父亲和龙晶湖有所关联，而维利尔又是我父亲的敌人。希泽尔献上的第二次诚意，是他在王室会议上发起了熔炉决斗，
拥有了和维利尔竞争龙晶湖所有权的资格。希泽尔这个人通过两次行动向我证明，帮助他对抗维利尔才是我找到父亲相关线索的最佳途径。接下来他又向我提出了正式的合作邀请，希泽尔绝不会好心到特意帮我指明查清父亲下落的道路，但是我完全无法预计他到底想让我做些什么。这样的人太可怕了，感觉他就像被罩在迷雾之中，而我永远无法窥探他真实的样子。希泽尔绝对不是一个好的合作伙伴，但是仰仗希泽尔的势力的确是我能找到父亲相关线索的唯一方式。还是看看他接下来的举动，再见机行事吧。熔炉决斗将近，天气也燥热了不少，不少虫子自己就忍不住冒出了头。昨夜行宫，我就捉了一只自己跳出来的虫子。说来也巧，这只虫子似乎和车神也有点渊源。亲王殿下说笑了，行宫里的虫子，我一个小小的车神怕是鞭长莫及。既然与车神无关，那我也就无需留情了。这只虫子倔强得很，恐怕往后的日子不会好过。既然落在了亲王殿下手中，那怎么处置自然是亲王殿下的自由。我还要准备决斗的事宜，恕不奉陪了。希泽尔，若不是你这副出身，或许当真是我最得意的弟子。亲王殿下这样的老师，我可高攀不起。殿下，希泽尔怎么会突然提出以车场为赌注，开启熔炉决斗？花拳绣腿罢了，无需在意。只不过希泽尔既然在王室会议上提出的 QSB 的芯片事件，一定是掌握了什么动向。可是我们的防范措施做得很好，希泽尔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拿到的情报。这世界上不存在绝对不透风的墙，近来特洛伊城区多有变故，应当以女王的安危为主。你去转告库洛迪卡，若是无事就常驻行宫，不要乱跑。是。谁允许你们这个时候在行宫附近走动的？若是不来，又怎么会知道亲王殿下刚刚获得了一个可以拿到特洛伊 QSpeed 的绝佳机会呢？有我们的帮忙，无论希泽尔翻出什么波浪，亲王殿下都可以获得熔炉决斗的胜利。收起你们那些心思，这次的熔炉决斗不比以往，我自有安排，轮不到你们对我的事情指手画脚。亲王殿下不会是想要过河拆桥吧？只要你们别继续给我捅娄子，我答应的条件自然会做到。但是你们若是再违背我的命令，恣意妄为，也就别。既然如此，一切就仰仗亲王殿下。一群只会闯祸的废物。不过这次的熔炉决斗之后，就不会再有特洛伊车厂的存在了。女王谕令，维利尔亲王迎战特洛伊车厂，熔炉决斗开启。
我的姐姐是一个很温柔的人，她不应该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姐姐未能完成的事，我一定会替她完成。为此，我可以牺牲一切。家族的荣光将由我再次彰显。为了重振我的家族，我将永远追随于亲王殿下，永不背叛。殿下他也值得每一名骑士的效忠。